欸，至少他现在会跟我吵架，好不好？以前他连吵都不想吵，他就直接冷战嘞、欸。以前交往的时候，他就是直接消失，就是你要跟他吵架，对啊，他不想吵，他就直接消失，然后让你找不到他，他就做他自己的事情。他以前是这样，对啊，他至少现在还会吵哦，至少现在就是会把自己觉得自己认为对的事，就是自己认为对的，可能这件事情我们在吵这件事情，那我觉得这样是对的，那他觉得那样是对的，那我们就会把意见都讲出来，我就觉得这样是对的，然后他就是说他就觉得这样是对的。讲一讲，就算最后没有什么下文，但是至少双方都还是会想一下，